补习班让一带清晨发生命案，一名88岁男子涉嫌杀害一名74岁妇女，警方已经逮捕了这名男子。初步调查显示，双方相识，两人相信是夫妻关系。警方表示，清晨大约1点接获来电，指补习班让博体路一个住屋单位有人需要援助。警方抵达后，在现场发现倒卧房里的74岁妇女，医护人员在现场宣告她死亡，88岁的男子则当场被捕。附近邻居受访时透露，事发前并没有听到两人发生争执。Very shocking. We never heard anything. We never or scream or what. 男子将在明天以涉嫌谋杀的罪名被控，警方调查还在进行中。